哈喽大家好，我是 Damon， 今天继续跟大家散步聊天。那么吸取上期视频的一个教训，我这次没有在边走边说，也没有拿这么大的一个相机啊去录制这个 vlog， 而是用一个很小的相机然后绑在树上面拍摄这一期视频。那么今天我在散步的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公园啊，名字我忘了，等会我打在屏幕的下面。然后你们可能会听到一点狗的叫声，因为旁边呢就是一个狗公园，很多人这边遛狗啊，然后狗在玩耍，那公园还不错的。有机会的话呢，我可以带广枪来玩，然后给大家拍一期视频，让大家看一下。那既然不拿它拍摄，为什么把它带出呢？因为等会拍完这一期视频之后呢，我还会去渔人码头再转一转，然后拍摄一点风景，然后做以后我的素材，啊，作为扩充我视频事业的一些素材。那么今天跟大家聊天呢，主要是想聊一聊啊，我们来温哥华已经超过两个月了，那到底这个跟我们预期的是不是一样呢？我们有没有后悔来到温哥华呢？那我觉得可以分开好几个方面去讲。那据我目前经历到的，首先来说，当时决定来温哥华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这边的气候，这边天气会比哈佛更好啊，这样子有利于我的视频事业。那很明显，你看现在大概是三月中旬，如果在哈佛的话呢，应该还是有雪的，还挺冷的。但现在在温哥华呢，我现在穿的单衣然后出来，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公园，你看后面是绿树绿草的一个公园去拍摄，其实气候真的非常舒服，而且其实很多樱花呢已经开了，有机会我也去拍点樱花给大家看看。所以很明显这边其实气候更加适宜生活，当然也更适合拍视频了，所以这一点来说呢，是当然没有后悔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当时讲的非常重的是这边的一个社会资源，其中我想特别想讲一讲在医疗方面。那么当时我们觉得要来温哥华之前有件事情，就是当时我儿子大概是不到11个月，大概10个月左右，那他就发烧了，那我们很紧张，因为它温度不断升高，然后用了儿童退烧贴也没有用，就按照网上说的给他剪一点衣服也没有用，当时我们很着急，所以当天晚上我们就赶快开车去急诊。那么开车从我们当时住的地方去到当他那个急诊那个地方一共花了20多分钟，去到之后人满为患，根本几乎连坐的地方都没有，然后旁边小朋友啊都是在咳什么的，然后听说要等3-4个小时才有可能能看得到，那我觉得这样实在是没有什么必要，而且我觉得在那个地方听着家长在咳，当时还有流感什么的，就反而更容易被感染，所以我们又从急诊那里没有看医生，没有等，直接又回家了。后来实在是等不了，我们吃了点泰诺退烧药，然后当天晚上就退烧了。但这些事情过去了，我们会因此而想到有没有可能在温哥华这边的医疗资源会更好。那来到之后呢，当然很幸运我儿子没有再生病，但是最近呢，根据我们自己的经历，就要去做一次血检。我们还没有家庭医生，所以我们找到了 walk-in 康医生之后呢，他给我们开的那个检测的纸，就是可以去做血检的那个纸。然后我们以为要跟哈法一样啊，很复杂预约，结果一问，其实过个马路对面就有那个 lab， 就有实验室，是可以当场去抽血。然后于是我们就过去了，过个马路，基本上没有什么人，也并不需要怎么排队，等了几分钟直接进去抽血，再等个10到20分钟。血的结果就出来了，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拿着那个血检的结果过马路回到 walk-in 这边，然后再找那个医生，问题都讲完了，然后药也开完了，然后我们直接下楼下，他有一个 pharmacy， 直接拿上药就可以走，整个过程不超过1个半小时。如果这个东西是在哈法的话，我们需要找医生，需要预约去做血检，做完血检之后需要等1到2个星期拿结果，再预约医生，肯定约1-2个星期。看完医生之后要再开药，那可能也要等半天到1天才能到药房去拿药。所以这个速度差的真的不只是一点点。我觉得这个东西因小见大，从这个来说的话，其实真的是在温哥华这边有更加多的资源。最起码在医疗资源上面说是这样子，证明当时我们过来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那么另外一些点，当时我们提到的说，饮食方面。上一期视频呢，我说啊，这边的食物不如哈法那边的好吃。然后我有朋友看了那期视频之后就跟我说，温哥华的人如果看到的话一定会来打我，是因为我没有找到很好吃的地方。那于是呢，上周五，然后我们就找了一家网红的披萨店，然后我们点了个披萨吃。那这个披萨呢，上面有5只龙虾尾，然后一共卖138。那我把这个照片发给哈法的朋友看，然后他们都说馋死了。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披萨放在哈法卖的话，绝对不止138，可能需要200多才可以有。那么这个披萨呢，它不只是说把5只龙虾放上去作为一个噱头，而是它整个制作过程整个用量呢，其实都是非常用心的。比如说那个龙虾它都是芝士焗的，味道非常不错，火候也很好，
然后上面放了非常非常多的虾，不只是说铺几片就算了，而是有两层的虾，所以其实真的非常不错。所以也许真的在温哥华这边有更多的美食，只不过我没有去发现而已了。但不用担心，因为我太太呢是一个非常喜欢吃的这么一个人来的，所以呢我一定有机会能够跟大家分享更多更多好吃的东西。然后我在上期视频里面也讲到了这边的机会会更多，那么我觉得我可以以我自己做一个例子来见证到底的机会是不是多。当然这个跟可能我们每个人的成功，就我们每个人的努力在里面也有关系吧。那么我在视频里面也说过，我很想在这边开展我自己的视频的事业，那么我觉得可以以我自己来作为一个参考，看看到底是不是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我可能会不定期的跟大家去更新一下我怎么样去开展这个视频这个事业，有可能成功有可能失败。那或者如果大家对于我的这个事业或者是这个做法有什么建议的话，也欢迎在评论里面给我指点一下，然后我非常乐意去听取大家的建议。 OK， 今天就大概聊到这么多，那我会两周之后再出下一期视频跟大家继续聊天，或者我可能会分享一点其他的一些经历，比如说我一直很想做一期视频去记录当时我们从哈法过来温哥华的那个过程，那么因为那个视频非常长，所以非常非常多的准备，我的稿还没有写好，所以有机会我一定会拍那些视频要跟大家分享的。那么今天就先到这样子了，祝大家工作生活蒸蒸日上，顺风顺水，我们下期视频再见。